是，但是唯独咱们这种艺术形式，怎么呢？是台上台下可以聊天的啊，这叫互动啊！你要看看什么芭蕾舞、交响乐，你们千万可别这样，嗯、不行吗？那能让人打得跟那个似的。嗨、嗯，刚才是高峰高老师，是跟这个栾云平，哎，高老师很卖力气，那是哈、啊，话筒都湿了，嗨。嘴里不干净啊、嗯、因为这个不至于吧，这个这也太不利索了，这 嘴有点松啊，嗯，没功夫啊，嗯，让他休息一会儿，不至于又到咱们俩人了啊、再说一段，只要有谦哥在旁边我就放心，您客气，我们俩人这就是一条船上的蚂蚱，嗯，什么叫船上的蚂蚱，一条绳上的袜子胯子，什么一裤衩的袜子，哪儿啊，你打着说什么呀？一炕的蚂蚱，好多恶心这东西。就说咱俩好，怎么说？那叫一根绳上拴的蚂蚱。哎，对对对，一根绳上拴的蚂蚱。对对对，我们俩真好。是，我举一个例子啊，您说，比如说，嗯，钝刀杀人，举完例子了啊？说完了，说完了啊，死两回了。哦，那行，那就嗯，但是我还想说前面就跟嫂子喝酒那个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嗯，都知道了，嗯。好吧，嗯嗯，饶了你了，嗯，什么叫饶了我呀？说咱俩好，比如说、啊，嗯，在一个房间里坐着，哦，一屋的人，是，我突然间说句话，您说什么？谁有充电宝借我用一下？哦，这是这个手机没电了，没有人理我，哦，只有于老师，嗯，腾一下子，哎呦，你吓我一跳。谁吓谁一跳啊，我怎么我让炮轰着了是怎么着，于老师腾一下子，我怎么了，起来了，我有，哦，我有，借给你，必须用我的充电宝，好，于老师先把输液的这针头就拔了，我还输着液呢，呼吸机都去掉了，干嘛呀，我这是心脏起搏器都拿下，我这要死，哎，嘴里下着胃镜，哎呦，自己动手，把肠镜也拔，嚯，一拔肠镜还掉出一瓶啤酒来，哎呀，这，我这钱不够，嗯，你等着我，怎么着？我回家给你拿充电宝去。这犯得上犯不上啊，我这我都感动坏了，我这就感动了，快去吧，哦，没拦着我呀、嗯、去吧，哦，于老师开门就出去了，还能出得去，一出去外边下大雨，这闹天儿，咔，什么呀，一个雷啊劈在于老师的脸上，这雷劈的还真准，咔，你这解气呢是怎么着呀，于老师就躺地上，劈坏了呢，就站起来了，哟，鼓足了勇气往家里跑，就为这充电宝，往前一跑呢，嗯，地上有狗屎啊，唰，还慢镜头踩狗屎上，嗯，啪，整个人嗯掉到旁边那沟里边，怎么那么寸，沟里边都是立着的那个大铁钉子，我这尖冲上，哎呀，于老师就趴在这上啊，都扎上了，站起来都是眼儿啊，全身呐滋血就跟花洒似的，呵哈，还往家跑，这我够有毅力的呀，我给我拿充电宝去啊，哎，往前跑，对面来汽车了，大汽车，大汽车从这边来，嗯，啪，这是撞脸上了，汽车撞的也准，嗯嗯，于老师站起来还往家跑，我还能站起来呢，哎，到家敲门，嗯，噔噔噔，是嫂子在屋呢，啊，干嘛呀，是开门，我拿充电宝，哦，外边下雨，你别进来，把屋里别踩湿了，我湿了他不管，嗯，打窗户把充电宝递出来了，啊啊，回去吧，你瞧这什么世道，于老师转身往回跑，嗯，大汽车从这边又回来了，啪，这孙子等着我呢是怎么着，嗯，怎么那么寸呢，刚才不这么开过去了吗，啊，开
抬过去，他觉得是不是撞人了？是啊，掉头回来，啪，对，就是撞人了。嗯，哦，是撞人了，多心撞两回了。人家走了有事儿，我事儿他不管了。你站起来，于老师站起来，可结实了，于老师。对，金撞，还往这边来，跑啊跑啊跑，嘿，找地上那狗屎哪儿去？我找狗屎踩啊！哎，有啊。哎，还是那姿势，掉沟里边，嗯，沟里都是大铁钉子，哎呀，扎一身都是啊，嚯，滋着血又出来了啊，哎，眼瞅着这到门口了，好，不进来，为什么？等那雷呀、啊！好家伙，咔，怎么样？披上了，好，躺下了，完成任务了，对，站起来，心满意足，得了，我满什么意呀、啊？我开门进来，嗯，给你充电宝。拿回来了，我感动的我眼泪都不行了，我哗哗的。那是，接过充电宝，嗯，把线捋出来，是插在我的充电宝上。哦，你缺德不缺德呀、啊？你、啊、不是手机没电了？手机有电，充电宝没电了。多损呢、啊！您这个说咱俩这个交情，我都玩了命了。这个交情搁在别人身上，嗯，打死我都不信。打死我信了。那就打死你吧，没听说过，只有于老师能干出这种事情来。哎，就是交情，说交情，亘古一人，忠义无双。您太过奖了，这个人没有毛病，你这还能这么说？哎，真的 没毛病。我要说谎，灯灭你灭，对，我灭什么呀？这人没毛病，圣人。怎么过了吧这个？我举一个例子，您说，于老师活这么大岁数，嗯，连洗头房都没去过，不是这动静是信是不信呢、啊？这不是没去过，这个不是很正常吗？现在也没有什么洗头房，那以前的是20年前，这是一个群众喜闻乐见的一个业余活动场所。什么叫业余活动、啊？有这么一个小房间啊，有一个粉色的小灯泡，嗯，屋里坐一个大姐姐，哦，她说她是美容美发的。嗯，你把他那屋都拆了，连一把梳子都找不着。哎，人家不用那工具啊、嗯。于老师打那儿过，他都不知道这是干嘛的。我就很单纯的嘛。大部分说相声演员都爱到那个地方去。好、哦，他们说那地方什么采风啊、创作什么的。上那儿采什么风啊？便宜。于老师没去过。哦。于老师从那门口过。嗯。他能走过去？不知道啊。非得里边这大姐敲窗户喊他，还叫噔噔噔，嚯、哦，玩会儿嘛，嚯、哦，谁玩谁呀、啊？这个你，怎么这么粗的声啊？这个，哎，于老能吓一跳，是啊，嚯、哦，多少钱？别问价了，我不进去，我问什么价啊？啊，嗯，老实，我认识的说相声的人啊，啊，啊，就俩人没去过这个地方，除了我还有谁呀、啊？那人叫孙越，哦，孙越我知道，跟岳云鹏说相声那个胖子，这捧哏的孙越，300多斤的有，是他没去过，他也单纯，进不去，哎嗨，门太窄是吗？他那大姐出来，大姐不出去，那是我们这行没有露天作业的，废话，还起名字呢。这个例子的目的是让你们知道于老师多么的重情。这怎么叫重情？于老师在结婚之前啊，只交往过一个女朋友，这很正常啊，不容易啊。这是单纯吗？不容易，是就交过一个女孩。哦，我还见过那个女孩。您认识？她是一个叉车的车模。我终于把独轮车给买过来了。啊，我到现在还记得他的名字。哎，您说说吧。他叫彪子。我女朋友叫彪子呀。对对对对。啊，学名叫王轱辘墩子。嚯、嗯，好家伙！小名叫彪子。啊，爱戴花，就这样还戴花呢？戴脑袋花。嚯，俩人手拉手走到街上，谁见于老师都问。问什么？给谁送花圈去？好家伙，脸太大了。这俩人找一个那个喝水的那个地方。啊，水吧。哎。一人弄一大杯黑珍珠奶茶，以前兴喝这个，能坐一下午，就这么干坐呀，大杯这么高，哦，里边黑珍珠，是插一吸管，嗯，你看我看你，嗯，叼着吸管，嗯，嘟，哎，
哎呀，我这是喝呢，是吹呢？哎呀，嘟，开心呢，高兴啊！彪子也开心，嘟，一不留神，彪子呛着了啊！这点黑珍珠顺着鼻子眼儿噼里啪啦噼里啪啦，哎呀，太恶心了！这个满桌子都是，哎呦，把谦儿乐坏了，那是的。没错，别吃啊！嘿，行了，行，不这我谁玩儿？行了，多恶心呐！彪子一看呐，实在是看不了了，忍不住。彪子夺门而出，人家跑了，于老赶紧追出去。那是啊，把门夺回来。这彪子抱着门跑的是吗？我说夺门而出呢，挺好。好什么呀？彪子是于老师人生中的一个过客，赶紧走吧。过客也是客，该接也得接。好家伙，我这接客呢，我这啊。彪子后来混得不错，是吗？到电影界演戏去了，演一公主，嗯。啊，还是那模。这个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后来谦哥跟嫂子这段感情。啊，就我媳妇儿，这就是那句话。啊，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是前生造定事，莫错过姻缘。老话说的对，到现在俩人一出去，嗯，车停稳了，谦儿都主动下去，嗯，给嫂子开车门，这叫绅士风度。列位不容易啊，当然啊，您在停车场，嗯，只要见到一个男士能主动拉车门，只有两种原因，哪两种原因啊？第一，这个车是新的。哦，第二呢？这个娘们儿是新的。这嗨，这怎么也有一是新的。自从他俩人结婚之后啊，你看前些日子我们在外边演出，哦，在杭州演出，是剧场门口遛弯儿啊。谦儿说：“我跟你嫂子结婚之后，我都快不会花钱了。”怎么叫不会花钱呢？所有的东西全是嫂子给你买了。哦，不用我操心。他说：“你看我都不会花钱，太疼我了。”是是。正说着，剧场门口有老太太，嗯，摆一摊儿。卖那个手织的手套，毛线的帽子呀，哦，小小生意，老太太自个儿弄的。嗯，谦儿说：“我得买点干嘛呀？”老太太怪可怜的，让她挣点钱啊。完事我也锻炼锻炼花钱，可这也用锻炼。挑了三个不一样颜色的帽子，都什么色啊？一个芹菜的，还有呢？一个韭菜的，哦，还有一菠菜的。我挑仨绿帽子，是吧？买回家戴，冲着镜子试。她美，嫂子在旁边看着她。嗯，其实吧，你不用买，不用买怎么办呀？给你说一声就行。没听说过，哪有这么逗的呀？反正人家两口子感情是真好，不错。刚才在后台演出之前不就换衣服吗？啊，脱了自己的裤子换演出的裤子。嗯，他一脱裤子，我感动坏了。怎么了？人家两口子穿的情侣裤衩。你先绑一绑，回来回来，你给我解释解释，你怎么知道穿的是情侣裤衩？嗯，别想，高峰告诉我的。好家伙，合着就我不知道。没有，我跟高峰的媳妇说的。哎呀，反正挺好，两口子感情是真好。是，嫂子拿我们当亲兄弟是一样的。都这么好吗？有时候心里有点别扭事儿的，解决不了，哎呀，过不去了。嗯，嫂子来了，当当当一说，哎，一下豁然开朗。行啊，你不管你多为难的事，到最后，哦，嫂子是一定可以说服我的。这词儿用的怎么那么别扭啊？这词儿真好啊！当然，嫂子有时候有别扭事也问我，这都互相的吗？打一电话，你上家来一趟吧。哦。当时就得去，那可不是多忙，手底活我也得放放，赶紧去。等着你呢。洗澡换个衣裳，赶紧干干净净。干嘛这样啊？到那儿了啊，于谦的家。哦。抬手敲门。是。啪啪啪，这是敲门的吗？这个。啪啪啪，你换个动静。啪啪啪，快过。行，你按门铃不行吗？你们家门铃就是一摁就是啪啪啪。哎呀，行了，好好的。一开门，嫂子出来了啊！嫂子穿个小超短裙呢、啊。什么场合穿超短裙？在家里了，怕什么呀？超短裙。再一个，也不是那么短。到哪儿啊？锁骨。锁骨？那不是超短裙，这是假领子，这是。不是，
超短裙的上头在这个锁骨的上头。谁问上头？我问下头。在锁骨的下头。哎，这不还是那么长吗？走这啊，嫂子您好。哦，谦儿哥呢？你来的正好。哦，刚走。刚走啊？刚走叫正好啊？进来，进来了啊。你吃饭了吗？是，还没呢。嗯，来吃豆腐吧。吃什么豆腐啊？拌的小葱豆腐啊。吃豆腐别扭。还给我切了一盘金华火腿，这是吃吧。嗯，嫂子，这是什么菜？嗯，你傻呀？什么菜？有一腿。你们这关系都非搁明面上说是吗？你们就不避讳避讳吗？你先吃着，我给你包饺子。还吃饺子？哎，有句老话你听过没有？什么话呀？好吃啊，嗯，不如饺子。哦，好玩啊，啊，可不如包饺子。没有您那么开玩笑，不要想的那么歪啊。谁呀？吃了饭了，我说嫂子，你找我什么事儿？说正事儿。嫂子眼泪下来了，哟，还哭了。我想了又想，问别人也不知道。哦，也只能问你了。你知道吗？你一定要告诉我句实话。你说呗。嫂子您别吓唬人。嗯，咱们这个传统艺术行业有句话，嗯，老嫂比母，小叔子是儿，这才对啊。您有什么心里话您跟我说。我知道了一定告诉您。说吧。你跟于谦是从小长起来的。是。所以说我得问你。你说。就是你们在上学的时候，嗯，他也是每天睡觉前吃炒黄豆吗？哎，你提这干嘛呀？你什么？你这两段相声前后还都勾着的是吗？什么玩意儿？您这……哎呀，列位啊，你要看别人的相声啊，随时看，随时走啊。听我们这个，必须从开场就得到。是啊，要不人家都乐，你不知道因为什么。嗨，这不听不听吧？是不是？啊，我说是，他是为了补气。别提这补气了。我这一说嫂子眼泪下来了。这还哭呢？我赶紧问吧。嗯，一说说完了我也哭笑不得。怎么了？他把这好习惯带到了婚后。我们这贵在坚持。哦，嗯，每天睡觉前十斤干炒黄豆一直吃，雷打不动。哦，唯一的变化就是不用脸盆了。我睡觉前是那桶装水一桶，也喝三脸盆。嗯，睡觉前一桶桶装水，十斤干炒黄豆都得来。早晨六点来钟，一般六点半左右啊啊，叮当嘟当踏的令踏令叮踏啊，这个你结婚我来到。哎，新娘没人唱，没人唱。高峰那不就跟你这学的吗？那也不能放出一副板来啊。我啊，一般他得放到七点，半个小时。嫂子是七点半苏醒，熏晕了这个。哎呀，不不不不不不不，干嘛呢？这是先打磨打磨脸上的痘面。哼，没有那么些个。你们都吃过北京的小吃驴打滚吗？呵，就是那个样子的。不要这么形容。啊，因为还有一个整黄豆。好家伙，没消化，没嚼碎了。行了，嫂子说这哪受得了？因为上医院检查有轻微的脑震荡了。好家伙，震晕了。后来求他，不行，你找个外遇什么也好啊。有这么求的吗？这么放谁受得了啊？啊，谦儿说不行。哦，必须得吃，必须得放啊，补气吗？所以说嫂子跟我说你这怎么，我说我哪管得了啊，管不了。是不是？我们小时候倒是也劝他，他不听啊。嗯，是啊。后来给他塞东西也不行。什么呀？苹果呀什么的都试过。哦，后来差点没打死我们。那是。后来换榴莲了，这不毕业了吗？啊，好家伙，幸亏啊。嗯，我说你呀，你吓唬他。怎么吓唬？你就跟他说，你说你要照这样放，早晚有一天把肠子放出来。这吓唬人呢。啊，咱没有别的办法。嗯，嫂子真听话。哦，回来就吓唬他，你就这么放吧，早晚把肠子放出来。嗯，他能信这个吗？这谁信这个呀？他多聪明的人呢。啊，老这么说他也皮了。是。有这一天早晨起来，他媳妇给他做早餐。做什么早点呀？就北京人爱吃的一种小吃。什么呀？叫卤煮。哦，叫卤煮小肠。啊，用肠子做的啊。哎，就放吧。早晚有一天你得把肠子放出来。哼，还叨唠呢。我说你也不信。嗯，我媳妇儿干嘛这么阴险呀？这个，
哎，今天家里有肠子，怎么了？我把这个扔到被子里边啊。他一害怕就改了。是啊，太好了，把肠子拿出来。嗯，70来斤呢。我70多斤呢，好嘛，一掀被子啊，扔到床上。好，嫂子出来包葱包蒜。嗯，看着表等着他。嗯，6点半听屋里边。嗯，听汤开始了。嗯嗯，门一开，于谦脸都白了啊。别进来啊，别进来。哦哦，门又关上了。是20分钟。嗯，门打开了。嗯，于谦一身轻松。是媳妇儿啊，你老吓唬我说把肠子放出来。是，我还不信呢。对呀，今天真放出来了。是啊，不过你不要害怕。怎么？我把它都塞进去了。我去你的。哎呦，送手机来着。哦，照相。谁送手机？我看错你了。我还以为送手机来呢啊。嗯，这个啊，好的好的好的，那就来吧啊，别客气了啊。谁呀？啊，不是啊，让您唱一个。好啊，这个好，别着急啊。嗯，你喊不喊我该安排也是安排，但我不会因为你打乱我的步骤啊。每次一说相声都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，高兴，因为我们也是实在没有别的手艺了。嗯，就会这个，就会说相声。嗯，相声就是一门手艺。手艺啊，你说剃头啊，修脚啊，卖报纸啊，种菜啊，说相声啊。嗯，到非洲当个皇上啊。嗯，也就这样。这人一辈子就是这几十年。嗯，能够说相声，我给你快乐，您给我饭吃，我觉得这挺开心的事情。是啊，你看于老师、高峰，嗯，这在德云社，这都是劳苦功高的人，不敢当，不敢当，真的，真的。高老师辛苦，哎，对对对，两位都很辛苦，没有没有啊。嗯，那个老高当然也不容易，当然，高老师替我们教学、管孩子们，他负责这个，他不容易啊。嗯，然后他们俩人天天忙着这些工作，他们俩人的家眷呢，就是归我负责照顾，我们用不着。嗯，管得了。你看你要不信。嗯，老高来。老高，高峰在吗？你看，来来来来来，哎，高峰是我师弟。是，对，我师父是侯耀文先生。嗯，哎哎，谦儿的师父是石富宽先生。对，没错。高老师是范老师的学生。范老师是范岛爱。哦，去不要再普及了。好的。我师父叫范振玉。啊，翻译过来呢是范岛爱。哎，没有，不用翻译，就叫范岛爱。哎，去啊，别跟人添乱。他就一个名字，范岛爱。就是。哎，太不像话了啊。啊，你看范振玉先生。好的，老艺术家。嗯，可惜三位先生都去世了，多遗憾。哎，我师父活着呢啊。好家伙，这一没留神说死一个。您这还是谁的师傅谁惦记是吧？我心想，这话又过分了。啊，哦，应该过了教师节再说。好的，好的，就这么几天呢。啊，一天半吧。哎，行，你别许给他，回来他讹你啊。哦，还说多了。很开心。嗯，对，这哥俩呢，在德云社劳苦功高。哎呀，那是擎天博玉柱，架海紫金梁。您夸奖，今生今世我是无以为报。您打算若有来生怎么样？下辈子我要是当了皇上，嗯，于谦啊，你就是我的大太子。高峰，我呢？你是我的二太子。行，您了解吧。你好，哪儿的事儿？纯粹是胡说八道嘛。不是嘛，拿起嘴就说。是，凭什么你是大太子啊？没有任何根据啊！拿过来一嘴说你大太子，你二太子，有什么根据？你先别这，你等会儿。疯了是怎么着？谁疯了？哪儿啊？你过来就争去，你弄清我怎么就不能是大太子呢？呀，你甭弄这个假甭脸的劲儿，你甭弄。什么叫假甭脸？我怎么就不能是大太子？这大太子，你我跟你凭什么你是大太子？大太子，我跟你说啊，他得有资格。你当不了大太子，这还有什么资格？我大太子资格，你有什么资格？你看，那对呀，啊，大伙儿都知道。你看我跟父王合作多少年了，我们，对不对啊？你呀，啊，混淆视听，怎么了？混淆概念，合作跟排行没有关系。你二太子三太子都可以合作。那咱不谈合作呀。哎，咱就谈年龄啊。年龄我虚长几岁，我是你哥哥，我当个大太子，我怎么了？我你虚长几岁？你满岁数，你今年刚22。谁？我多少22？我倒想，嗯，对了，你说那没用，说那没用。啊，论岁数也是那什么。你先等会儿，我这刚弄明白，咱俩都儿子辈了，咱这争竞什么呀？咱们俩儿子争没什么意义，多新鲜呢，跟他争竞找他去啊。姓郭的儿子，哎，去
我爱答应我、嗯、我们怎么成儿子了、要当孙子吗？没听说过。嗯，咱不平辈吗？平辈那就得换个说法了。对了，我要是下辈子当了皇上的话，我们于谦是我的正宫娘娘。哎，他平辈了。高峰是西宫娘娘。好，哎，不好，西宫平辈了。平辈也不行啊，凭什么你是正宫呢？你老跟我争竞什么呀你？废话，一共封咱俩人，不跟你争，我跟谁争去？我那凭什么我就不能是正宫呢？他又来了，他又来了，又这套。正宫娘娘要求得母仪天下呀。啊，我长不这模样，我不母仪天下吗？各位，嗨。对呀、啊，多少年前他们就说我母仪天下了。别煽动群众，母仪天下跟长得像老太太是两回事儿。对，你才长得像老太太，你是后者。哎，老爷子啊，喊陛下。哎，陛下，哎，您最好您废了他，您立我。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呀生不出孩子来。哟、哎，你生得出孩子来是吗？啊，我有路子，你管着吗？哦，你认识人啊？这不对了。那行，那那话，那于谦你让他吧。啊，于谦西宫娘娘。嘿，你瞧，高峰是京中第一名妓，好吧？对了，嘿。我还玩造型呢，我不得名妓呀、啊！我下了朝没事，我找你玩去。你准不去，我让太监替我去。那有什么用啊呢？他要有路子，不用这么正经了，别老举例。我是说咱仨得好，怎么就能好呢？好，那就让于老师唱个歌吧。哦，你什么？很、哎、顺吧？哎，你瞧，过渡就是那么自然。嗯、你瞧，这都一看那。这都是常听我们相声的哈，哎，对了，实际上您也点不出几首新的来，我也不会什么新的啊。对，那个其实就会这么几首以前常听的这个经典崔健的歌。哎，刚才十八摸呀，还没学呢，你这个那个假行僧哈，刚才那个唱几句假行僧好吗？哎，好，嗯，来啊，哎。我要从南走到北，我还要从白走到黑，我要让人们都看到我，但不知道我是谁。假如你看我有点累，就请你给我倒碗水。假如你已经爱上了我，就请你吻我的嘴。谢谢谢谢，好，唱得好，真不错。我给你们唱个小曲儿吧，好吗？哎，太棒了。嗯，唱一个于老师最爱的，哎，我喜欢的这个。唱一个于老师最喜欢的题材。哎，这咱好好听。那是青楼悲秋，好吧？嘿。哦，你也喜欢，我喜欢这，嗯，你喜欢这地儿啊？不错，不错，您就唱吧、嗯。这个青楼呢，就是过去旧社会一种点着小粉灯的地方，哎，嗯，风化场所，玩会儿吧，哎，玩、哎、对，多少钱啊？嗯，这个这里边有一个有技术的女人啊，呵，还起名字，糟践这名词儿，嗯，就觉得岁数大了，嗯，准备跳出火坑，从良嫁人，是对，关于嫁谁很纠结啊，这么一个小曲儿啊，哦，好好好，好月呀。如同波舟啊，有姑娘们坐就在青楼啊，斜倚栏杆两肋交流，我有心从良啊，跟着那庄稼哥们儿走，怕得是起早贪黑不得自由啊，一顿一个带眼的窝窝头啊，我有心从良啊，跟着那说相声的走，怕得是浪迹江湖不得自由啊，他抽烟喝酒还要烫头啊，这说话今天来这儿演出的呢是德云社的部分演员，哎，把他们都叫上来咱们再聊几句啊。哎，好，见个面，来来吧。
这爱谁的都有，这是啊。嗯。哎呦，这听见了啊。嘿，好，还在答应呢。来，我们从那边挨个介绍一下啊。好，头一位是高峰高老板。嗯。旁边这个是我的爱徒啊。不得挨着说吗？挨着这是栾云平。这也是我跟我儿子一样啊，在家长起来的。你们喜欢的烧饼。哎，这是我徒弟曹鹤阳。啊，我徒弟周九良。嗯，这也是你们爱的啊，我徒弟孟鹤堂。主持人是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少侯爷侯震。来吧，人都齐了，咱们给大伙儿唱几句大西厢好不好？好，来，都往前站啊，我带着你们，咱们一块儿唱啊。嗯，高点啊，低点啊？哎，您低点吧。嗯，低着点啊。低着点吧。好嘞。这有啊，你们我太低了，您这太难伺候了，你们啊。次日清晨辞别老高命啊，哎哎哎哎哎哎哎呀，普救寺僧人都来送行啊，哎哎哎哎哎哎哎